筹备过程中，我们得到大陆祖庙的支持及新济公身为一个筹备主任委员，他所率领的发起人公庙在大力奔走，
的情况下，我们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，同时也写下辉煌灿烂的一页。我们的会员工，台湾有228间，大陆有64间，海内外有33间，共有11个国家地区325间公庙正式加入运作。我们将成为台湾宗教团体最大、分布最广、阵容最坚强的民间组织，同时我们也成立学术顾问团，我们有20几名学者专家教授，各个学有专精所组成，对于总会的未来发展及论述将是一大助力。学甲慈济公身为创会总会长公，我们责无旁贷，我们将率领总会全体理监事，将带领总会走向团结，走向和谐，走向关怀。我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融入与共的大家庭。我们同根同祖同源，中华民族血脉相连，中华儿女来自四海都是一家人。最后，让我们携手合作，将保生大地精神发扬光大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现场的朋友，我们是不是再一次给王总会长一个热情的掌声？同时，掌声也献给我们所有第一届的理监事代表们。Bye.